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群书360在第四个单元为政怎么办好政治。第一个大的单元呢是务本。为政的这些根本，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不管是治家、治国、治天下，都有一些最重要的根本，最重要的纲领。那在为政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呢，叫为政在人。要把政治办好啊，要靠贤德之人去做。所以在师长老人言的墨宝里啊，就有讲到，这个法啊，比方国家的宪法，法者国之本也，根本大法。很多的国家用相当多的精神立了国家的宪法，我相信大部分的国家对这件事都非常慎重，但比这个宪法还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执法的为官者的品德。所以仁者法之根源也。假如忽略了有德行的人才是政治的成败关键，那很可能呢，这些法律都会变成呢政客玩弄的工具而已了。所以这个务本呢，才不会本末倒置，徒劳无功。所以最具体的句子我们在务本当中就有看到，像72页，我们现在谈这一些就是我们要开始的第二个大单元。你要用人的话，首先要知人，你了解他，接着善任。那你用的人一定要是有非常有德行的人，所谓德才兼备。那72页呢，162句，就让我们去感受用人的重要性。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这么好的周礼，这么好的宪法，都在史册当中有记载但是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是周礼，但是得要有圣贤人去带头落实，带头行政才能真正发挥这一部宪法的效果。所以人是关键的没有这样的人，则其政息了这个政治也没有办法延续盛世了，也会衰败下来了那接着讲到了，故为政在得人为政最重要得到好的人才那接下来讲的这个又很有味道了。那取人以身，你要得到这些人才靠什么？
靠你的修养啊，去感召啊。所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啊，假如我们没有那个德行，好的人来了留不久。哦，所以这又是根本了。德人是根本，那修身又是德人的根本了。啊，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你德行才能够感召啊！啊，没有度量，啊，人家在身边呢，啊，动不动好像就犯错，动不动就要被指责啊。哦，那跟我们一起共事的人心里都很不安呢，啊，哦，可能一个月就要瘦三公斤了。哦，那这个不能容忍啊，那很难留住好的人才啊。所以现在我们冷静观察，团体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流动率很高啊，尤其啊像春节前后啊，一些放领了钱的。放一个比较长的假，哦，很多员工都不来了。哎，在流动率很高的时代，有没有流动率很低的公司？有啊，啊，那内行人看门道啊。哦，上一次跟大家有讲到，啊，一句金句，这个都是在物本当中的。我们今天首先复习复习啊，179句。哎，这个就是德行感召啊，很好的教诲。水全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树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嘛。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那我接触到一位企业家，非常令我佩服，我也非常有幸啊，可能是祖宗保佑，知道我这个管理工作做得很差，所以啊，我这次到斯里兰卡，从第一天呢住到最后一天呢，都是跟我们江苏苏州啊固德集团董事长啊吴念博董事长啊住在一起，真是对我面授机宜啊，给我很多管理上的指导，而他确实啊很有修养，他取人以身呢，修身以道，修道以人。啊，他最突出的人格特质啊，就是非常关怀员工。哦，今年这中秋节啊，他不止关怀自己的员工啊，还关怀他的父母啊，感恩他的父母啊，订了全中国最好的月饼啊，叫钓鱼台的月饼。啊，那都是中央部长级，啊，他们在送在吃的月饼，啊，而且是用快递啊，交到每一个员工的父母手上，哦，这又是物本了，对吧？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哦，他关心员工啊，他的员工有400多个人。啊，员工3000左右啊，400多个人做义工啊。放假的时候出去照顾老人，照顾残障的儿童，啊，为整个社会做环保，种种爱心啊，400多个人做义工啊，在一个单位里面呢，啊。哦，啊，所以啊，我在这个吴董事长身上啊，看到很多经典当中的句子，确实在他身上演出来。
未有善好人而下不好义者也。他有仁爱心，他底下人很有情义啊。一个公司3000人有400多个义工呢。哦，那是一个军队了。那可以对一个地方产生多大的教化作用啊。哦，而且他不只关怀员工，他觉得他自己的单位，自己的公司啊，要让政府都欢喜，要让当地的居民百姓都欢喜，要让所有接触到他们公司的这些伙伴们，事业的合作的人呢，都生欢喜心。好，所以特别关心员工啊，这个人文关怀啊，就让这个团体像一个家啊，这个家很温暖了，当然很有魅力啊，很有吸引力啊。所谓人之所在啊，天下爱之啊，哪一个地方啊充满仁德啊，很多人都搬到这里住了啊，到这个单位来工作了。所以他有一个员工找了他的同乡109人啊，我这个109人呢是10月份的数字，最新数字啊可能又调整了啊，109人啊到他们的公司来工作。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感觉到务本的人呢啊，最后这一个结语说得好啊，179句讲到，故圣王不务归之者，圣明的领导者君主啊，不是去攀求别人的归附啊，你用种种方法，用高薪啊，用一些手段呢，好像招到不少人，但不见得留得下来，反而是什么？为员工的一生幸福着想，关心他的家庭。关心他能力的成长，智慧的成长，德行的成长。那同仁在这里找到人生的方向啊，人生的幸福啊，自然就效忠于这个团体啊，所以务其所归，尽力创造啊，让人来了以后啊，会爱这个地方。啊，会尽力啊，建设这个地方的那种风气啊，那种环境氛围。所以务本当中啊，多句都提到用人的重要性啊，162句包含164句。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既绝者，未尝有也。所以一个国家要建功立业，没有圣贤人才是不可能办得到的。所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大家看到，这辅佐的好干部啊，不用太多，这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历史当中啊，《论语》有提到，舜有臣5人，而天下治安。所以大舜是君，君最可贵的，在他能知人善任。他用的每一个人呢、啊，都用的淋漓尽致，特别恰当。农业啊，他交代稷啊，就是周朝的始祖啊，也是我的祖先啊，我的祖先是耕农的农师啊，难怪我常常想回家耕田啊。我以前以为因为我属牛，然后古代又有耕读生活啊，以前读书人呢啊，还没有考上功名啊，还没有机会为社会服务
啊，他一边耕田啊，这样才不会啊没饭吃啊，还要为家庭负责任呢 啊一边呢啊一有闲暇的赶紧读书啊。后来了解到我们的始祖啊是周文王，在上推啊就是农诗记，所以民以食为天啊。说到这里很惭愧啊，我连锄头都不怎么会拿哦，从两岁就搬到都市高雄市去了哦。后来偶尔曾经啊有几个月呢种过菠菜啊，种过红萝卜啊，结果种还有空心菜啊，种了两三个礼拜上桌没有一分钟就吃完了啊，才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人啊要多一些体验，他的感同身受的能力会恢复的比较好啊。假如我们到厨房去帮忙一个礼拜啊，早上很早就起床啊，一天忙下来啊，站的时间呢 啊流的汗呢都非常多。哇，一个礼拜以后啊吃什么都香，是吧？哎，我从种完田以后从来没有糟蹋过一口菜了，知道那个不好种了。好，所以这个舜用人用得非常恰当，包含用大禹治水，用蟹，这是商朝的始祖，孔子也是商朝的后裔，也是蟹的后裔，所以他的祖先是教育部长，所以后代出了至圣先师孔子。用了这五个大臣天下就安定了。这五个人完全清楚他所负责的这个领域的工作，他非常专业。所以君贵在知人，臣贵在知能，他知道这个领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他很清楚。我们假如负责这个领域啊，一问三不知啊，那就变尸位素餐，这不行的。包含武王有乱臣十人而天下治啊，他用了十个臣子啊，天下就安定。所以左不务多啊，而务得贤俊。我们再翻到啊十六页三十八句，这些尊贤的教诲其实都在彰显一定啊要得到圣贤的人。而除了自身要有德行啊，要礼贤下士啊，我们看每一个开国的，商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姜太公，历史当中的传说，周文王见姜太公啊非常恭敬啊，还自己拉车啊服务姜太公啊，好像是走了88步路是吧？哦，80几步路啊，所以周朝800多年的国祚啊，不知道哎这个文王停下来以后说啊，早知道啊，再撑几步。好，这是核心啊，还在这个尊贤。由于周朝尊贤，尊重读书人，他的后代啊，纵使朝代结束呢，也没有被伤害。这个都是因果。我们看明朝不注重读书人呢，后来
很少读书人呢、愿意为他效忠，都是因果啊！这因都种在前面一两个皇帝呀、包含宋朝特别尊重文人，所以宋朝的忠臣特别多啊。岳飞、范仲淹、文天祥，你看这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啊。哎，还有包拯，这些，大家冷静去看，宋朝为什么出这么多文官武将？这也不是偶然嘞。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哦，这京剧里面都有因果关系的，人生都是感应啊。所以大学告诉我们，有德持有人，有人持有土，有土持有财，有财持有用。德者本也，有德才能感召人，才能留得住人。而这个德行当中一个重要的特质啊，就是尊重贤德之人，尊重一切的人。所以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名，德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古人啊，谈真理的时候都没有模棱两可的，都是斩钉截铁，这个是真理，亘古不变啊，绝对是如此啊。我们中兴董事啊，黄秋云女士呢，她是受英文教育啊，所以文言文呢、接触的少啊，但是她非常不简单。我在他身上看到能依能知几百知，能识能知几千知，他很认真学，他在用心的读经典，而且还背群书三六零，在下真功夫，结果很感应，他说好，我看我要背第一句是哪一句，他就是把书一打开啊，就看到了这一句，德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现在这些董事们重要的任务啊，一年多之后啊，汉学院要开啊，用人在己啊，所以这祖先保佑呢，一翻就翻到最重要的这一句了。而且更让我们欢喜的是呢，这一次啊，师长呢，跟我们首相啊，纳吉先生呢，聊了几个小时，聊得非常欢喜，报纸上啊也说到，首相啊对团结宗教啊非常认同，也很积极在做，师长也赞叹，纳吉首相是多元宗教团结的使者。而我们黄秋云女士啊，刚好就背了这一句，然后就跟首相分享这一句，当然那个书是中英文翻译，还把这个英文呢、跟首相分享，首相明白这一句啊。那黄秋云女士也功德无量啊！这个是治国啊关键的教诲。所以这一件事，大家有没有有所启发？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说不定明天你就遇到哪个国家的领袖呢，是吧？你看师长老人家这一次到斯里兰卡。写了一篇一封信啊，
给总统啊，怎么建设一个国家啊，成为佛教的示范国，成为团结宗教的圣地啊，这整个做法老人家都在这一封信当中写出来了。哎，人要知缘习缘啊，造缘。而圣贤教诲啊，最重要要内化，每一个教诲啊，要变成灵魂，变成我们的血液，变成我们随时的态度。我们都知道呢，要有智慧才能帮助别人。怎么有智慧呢？法布施得聪明智慧。那诸位长辈学长们，哎，今天已经过了半天了，早上大家有没有给人法布施呢？啊，你们怎么无辜的看着我？哎，有很多个小时跟人谈了这么多话，有没有一句法布施？哇，假如没有，那不就彼说长啊，不是，蒹葭雨，惠屋迟，市井气，则戒之啊。啊，也不要讲闲话，要不兴事语，要在正论呢。啊，跟每一个人讲一句话都是缘分呢，不能浪费对方的生命啊。哦，应该珍惜，哎，利益他的人生。哦，不止言语要布施，要供养，一言一行都应该供养。啊，期许自己啊，给身边的人一个好榜样。哦，那这个才不枉啊！哎，我们呢，接受师长教诲啊，啊，老人家期许我们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好，好，那我们从刚刚复习的这些句子，了解到用人的重要性，而在经典当中啊，有非常多这个贤德之人的标准啊，当然。我们一般举人才啊，有一个条件，从做人做事当中啊，叫举孝廉，孝则有德的本，廉就不贪污。还有一个成语啊，也是一个评判标准，叫德才兼备。而我们今天这一个主题啊，我们要知人才能用对人啊，那如何知人呢？啊，用哪些标准呢？啊，当然首先欲知人者先自知啊，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啊，要看清楚别人呢不容易啊，所以老子教诲我们：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先有自知之明，自己的慧眼才会开。啊，烦恼轻，智慧就长。啊，绝对不是用好恶来评判人，那一定不准。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单元，第一个首先自知。啊，那接下来会有很多标准。哦，第二个呢，知人之后懂得善任，把它用在适当的地方，利益人民，啊，利益团体，利益我们所做的事业。哦，第三呢，知人了解人，我们才知道怎么帮助他。哦，诶，他的性格上有哪些不足，哪些偏颇，我们了解了才能
帮得上忙。而从事教学工作呢，才能因材施教。那一讲到教学工作啊，跟谁有关呢？除了教书的人以外啊，领导人也在教团队啊，军亲师啊，当父母的人也要因材施教啊。每个孩子个性也不一样，连双胞胎都不一定一样啦，应该说不可能一样的。哦，好，不可能完全一样。哦，好，那我们先从啊这个了解人的标准来看啊，我们中国最古老也是最清僻的一本政治哲学啊，叫《尚书》，都是古圣先王留下来的教诲啊。在《尚书》当中啊，有讲到九德，这个是一个人才的标准啊。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啊，我们把它打出来一下，《尚书》啊。出来了，你们要点个头给我看吗？对不起，对不起，默契还没培养起来，可能我平常待人不好啊，遇到状况的时候没有救兵来啊，所以这个反身反求诸己很重要。这个旧爻曰啊，这个旧爻啊就是高爻。就是舜用的五个大臣之一啊，用他负责司法啊，治理得非常安定啊。说到都亦行有九德啊，他强调到啊，这个人的品行啊有九种类型啊，我们能清楚了，才能考察人的善恶真伪啊，他的。这个至于贤不孝啊，就可以分辨出来。首先讲到呢，宽而利，他非常啊胸怀宽阔啊，把这个宽放在第一个，非常啊有道理啊，气量非常深宏啊，所以一个人德行从哪里下手？阔宽心量，普天之下没有不能包容的人，而且啊，能吃亏，不跟人计较，这样度量才能不断扩大。他宽容呢，又非常的恭敬谨慎，这个利啊，是指庄重庄敬。有些人度量大，但是有些事啊不够谨慎，反而啊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哦，所以这个要中道很重要啊，要中庸之道。度量又大，但是又非常谨慎恭敬。哦，也不会啊让底下的人呢依凭着他的仁慈啊做坏事。柔而立啊，他非常啊性格很柔和啊，但是呢啊这个立啊，但做事很有原则啊，他坚持原则啊，但是不发脾气。不给人难堪。这个利啊，还有他柔中带刚啊，做什么事情啊坚持到底，有所建树啊。大家看到这个励志啊，就要想到我们这一生
要有一个目标啊，叫三不朽。不朽就是不会坏。什么是三不朽呢？立德、立功、立言。你在家庭当中，你的德行为你家族的榜样，立德，这个家道啊，就这样从身教传下去啊，立功，为社会做出贡献，让你的孩子引以为自豪啊，效法学习啊。我们看曾国藩先生的后代，林则徐先生的后代啊，范仲淹先生的后代啊，包含魏丞相的后代啊，刚好我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真的所受的家教不同啊，立德、立功、立言啊，言而视为天下法啊，你的言谈充满智慧，利益你的家庭，利益你生命当中的有缘人。所以一般呢，柔和的有时候不敢承担呢，比较退缩啊。啊，虽然跟人家都不会冲突，但是啊，做不到有为有守，做不到啊义无反顾。哦，所以大家看那个范公，一看就很柔和啊，但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时候啊，那是敢作敢为啊，啊，任何权势啊无所畏惧啊，置死生于度外啊，在柔中啊带刚啊，啊，包含孔子啊，他平常在家的时候啊，面对长辈都很谦恭啊，一般人看到他觉得这个人不会讲话。事不能言了，哦，所以我们一看就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很会讲话，这不是好现象啊！像我就是这样啊，这锋芒毕露啊，必非远气啊，不是啊，能够深谋远虑的人啊，应该德才要内敛的才对。孔子平常在家，那他是很多是他的亲戚长辈啊，他很恭敬啊，好像不会讲话。但是他走到朝廷去啊，辩才无碍，又不失对人的恭敬。哎，辩才无碍很容易变咄咄逼人哦。哦，所以孔子这个中道啊，这处处在《论语》当中啊表现出来。威而不猛，很有威仪啊，但不会让人家有压力。恭而安，一切言动很恭敬啊，但又很安详，不会很拘谨。哎，第三个特质，怨而恭。这个怨呢，就怨怯怨，怯怨就是很老实忠厚，而且又很庄重。好，这个叫恭慎保持，有很好的本质，很实在老实，但是进退又非常有分寸。乱而静，这个乱啊，我们想到《论语》说，武王有乱臣十人，这个乱就是很会治理啊，就他能够拨乱反正呢、这精于治世啊，他的治理能力非常高。而静，这个不容易哦，能力非常高，又非常恭敬谦卑，
一般假如没有在德行当中很下功夫啊，居功容易自傲，恃才容易傲物。他有学问有学历了建立很大的功劳了有很高的才华，傲慢就不容易扶得住。所以这个又有治理之才，又非常的恭敬。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负责一些事情，假如形式上没有我不能做啊，无形当中啊，有时候我们人呢，这个傲慢一起来会拿翘啊，这个会增加领导者很大的压力啊，那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耍脾气了啊，其实这个很损自己的应得哦。试看忠孝之家，子孙未有不绵延而昌盛者，这是《了凡四训》当中讲的。但假如每天让领导伤透脑筋啊，那有损忠心啊，这个会给子孙折服哦。你说可是我的领导不好哎，那我看过的就 A 选，领导不好，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你功德太大了。我举一个历史的例子，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叫陈灵半天下，可能是福建一带啊，姓陈姓灵的特别多。灵姓是比干的后代，比干很忠诚呢，一心为国劝谏，最后还被纣王逼到呢，把心都挖出来。可是他的后代非常昌盛。其实我们很多人生的道理明白了，任何境界呀，你都会处之泰然。人世间呢，没有吃亏的事情。假如你遇到的境界真的很难，那刚刚已经恭喜过大家了。为什么？你遇到的境界很难，那是老天爷瞧得起我们啦，是不是？你们好像不大认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没有考验的人，那是老天爷说这个人扛不了什么责任啊，让他还是随顺自己的习气去过他的一生吧。扶不起来。所以真正有磨难之人应该自我期许，这一生不白来。圣教是内学，在这些因缘当中不管别人对不对啊，首先我自己这一颗心要正，本分要尽，尽失尽忠，退失不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这些我们之前都学过了在陈述的经句里面。尽忠尽忠当中我们讲到特别感佩魏国的史求，他劝魏灵公劝了一辈子，连死前都交代他的孩子把棺木放在窗户底下，不放在正厅。魏灵公去吊唁，非常生气，骂他的儿子，你这不孝子，居然把父亲的棺木乱放他儿子讲这是我父亲临终前交代，他一辈子没有能劝动国君用忠臣屈伯玉没有劝把这个佞臣呢糜子瑕去掉，是他的过失，
所以他没有资格放在正厅，这叫死谏，连死都在劝谏。那个忠心不管遇到多大的磨难啊，被误解没有丝毫的减损。哦，就像范仲淹讲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都已经被皇帝误解贬了那么远，那颗忠心没有变啊，敬亦忧退亦忧啊，然而何时而乐者也啊。其实真正的乐在什么？礼德心安啊，自己不枉圣贤的教诲啊，所有的心态都跟经典相应，这样的人心最安。好，好，接着呢，扰而易，这个扰是指啊顺服，很柔和顺服。为人顺服啊，这个义呢是内心刚毅坚定啊。我们常说一个处事的修养叫外圆内方啊，这就饶而易。我们看女人很柔和啊，但是我们看德育课本里面啊，这些女子在面对名节面对国难的时候啊，比男人更刚强啊，宁死不屈。这个都是中华文化教化出来的圣贤。直而温啊，行事正直，但是处事这个脾气很温和，哦，一般呢，正直有时候啊就比较冲，哦，那请问大家，你的朋友假如很正直，哦，但是每次讲话啊，你都会很痛苦啊，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告诉大家，正直的朋友已经很难找了，哎，是。是这个事有正有，则身不陷不离于令名。你身边没有正直的朋友，这一辈子的德行铁定出，迟早要出问题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哦，所以《弟子规》讲到闻过心呐，很重要。正直的朋友你要欣赏。现在这个时代啊，谁喜欢得罪人啊？哦，真的敢跟你讲真话，都是很可贵的朋友。哦，哪怕他态度比较强硬一点，哦，你也要虚心接受。哎，当然，另一个角度啊，正直也不要强势。也不要讲得让人家下不了台哦，哎，俭而廉，这个俭呢，就是行事非常简脱，就是很豪爽，不拘小节。哦，但是豪爽的人呢，有时候这些小地方啊，会比较没有注意到。所以这里俭而廉呢，那个廉就是廉于，就是他行事也非常方正谨慎，不会啊疏忽事情啊，又很豪爽又很谨慎，这又是中道了。哎，我们见过很豪爽啊，像这个哎吴念博董事长，哇，他只是心胸很宽阔啊，啊对人很豪气啊！我记得在河南许昌啊，我们也邀请了啊，当地也邀请他去演讲啊，讲就群书治要论坛也请他讲了一堂课啊。
我看到那个白酒啊，就开始担心了，不会喝酒啊。哎，可是他马上端着酒杯啊，啊，因为他看这个形势啊，可能不喝也不行了。啊，他给当地的官员，哎，他这个是在帮我们解套。一看我们这些都是读书人，可能一下子不能应人家的热情啊，他自己马上冲到最前线去帮我们喝了几杯。其实他也是书生相啊，他以前在大学在学院里教书的啊，在大专教书的啊，您一看到他一定看不出来他是董事长，就看很像一个学者。哦，我讲到这么高兴啊，来明年我们用诚心来邀请他吴董啊来跟我们结个法缘。啊，怎么创幸福的大家庭。哦，他这一个月飞了韩国两次啊。哦，韩国有一个企业受到总统的重视。这个企业所营运的模式啊，叫新范式，示范的范，新旧的新呢，新范式，这一个管理的系统方式呢，在韩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可是这个新范式的负责人，听了吴董事长的分享，因为他也是接触西方的管理比较多。哦，吴董这个是中国式的管理啊，他听完以后呢，马上跟吴董事长约两个约定，要他到韩国讲课，而且来听课的全部都是大企业家，而且告诉他说，我们应该研究出一套大亚洲的管理模式。哦，我一听到大亚洲哦，就想到国父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在当时候三民主义里面就有讲到整个政治管理啊，中国有5000年的智慧经验，西方要跟中国学，西方比我们长的是什么科学机器知识这方面，而真正种种智慧治理国家的这些哲学要跟东方。当时候啊，孙中山先生就有提到大亚洲的概念。所以这个吴董事长很豪爽啊，他现在啊对于整个企业界的贡献非常大，所以深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都能达到这样的力量。孔子是我们中国的老师，可是他现在的影响力连美国的教师节都定在孔子诞辰了，是吧？那影响力随着时空啊，不止没有改变，还一直在扩大。好，所以很豪爽，但是呢，又非常啊注意细节，啊，一言一行啊都很有风度，啊，所谓彬彬有礼。啊，这我跟他相处这么多天呢，听到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叫不好意思。他比方说一进门敲敲门，一进来先不好意思。他处处都怕打扰人了。而他也很细腻。像刚好上个月李悦老师带着我们中兴庐江中兴的同仁干部，还有南京居美星的叶总，也带了一批企业家一起
到吴董事长的单位啊去参访学习。结果因为去了三天之后啊，李老师就要飞到山西大同啊，在大同大学有一堂课啊，他还询问到这个机票的情况啊，生怕呢有什么闪失，所以他一个董事长啊，对这些这么细节的东西啊，都还是非常用心啊，所以这个俭而廉，刚而色，非常的果敢，很有决断力。但是有决断力啊，还要配合一个色，这个色啊，就是食色，就是食事求是。孔子很担心一种人呢，果敢而智者，他非常刚猛，敢作敢为，但是啊，没有实事求是啊，道理不没有通达。哇，他一冲啊，方向冲错了，那全军覆没都有可能。所以一个人果断，还要很踏实，实事求是。这个又不能偏在一方。强而易，非常坚强不屈。坚强不屈好不好？永不回头好不好？不行啊，你要符合道义才行啊。你那哥们义气哦，都帮倒忙。你朋友明明是不对的，你还一直支持他。所以君子义以为直，随时随地要以义为做人做事的准则，这样强而义才不会偏了。大家这样读下来，有没有觉得古人很有智慧哦？这对人性的观察很透彻。好，这一段读完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再来要期许自己啊，往这个方向去提升啊，这一生呢，真正对国家、对团体、对社会做出贡献啊，真要有贡献，一定要先立德，没有德啊，于家于团体。我们可能只是添乱了，不可能真的有贡献。好，所以章节有常，吉哉。能够真正呢重视这九德，表彰这九德，那最好的方法符合这个九德的重用它，成为用人的标准呢。那这个国家呢就非常的昌顺吉祥了。好。这是尚书上面的九德。大家记不记得九德我们有一起交流过？还是大家一听第一次听的感觉。告诉大家确实像第一次，但是是第二次啊，因为我们见太宗十思疏，哇，这太精辟了，这也是依照这些标准延伸出来的教诲啊。魏丞相那是融会贯通的人，那十个标准也是用人的标准就有讲，经文里面就有讲到总此十书，弘之九德，俭人而任之，择善而从之。这一篇文章要多读，很精辟。好，
接下来呢，就是在群书当中一些观察勘验圣贤之人的方法标准。我们来看183句。这是在《吕氏春秋》里面讲到的。凡论人，大凡呢，衡量一个人，我们在看每一段呢，首先先关照自己，再关照，你假如是一个领导者了，再来关照团队的人才。通则观其所理。当一个人呢，这个通是显达了，发达起来了，观察他呢，他礼遇哪些人。比方他荣显了，他特别感恩曾经帮过他的人，这个人呢，知恩报恩。比方他荣显了，为国举才。比方说他荣显了，就像范公照顾几百户家族，这个人栋梁之才，这么有道义情义呀、好。假如他一显达了，通通去礼敬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在那里攀荣附凤，那这个人不能再继续提拔了，会出问题的。贵则观其所敬，这个贵他的地位很尊贵，可以举荐人才的时候，要观察他举荐的人。假如他举荐的人都是跟他关系很好，又不是很有能力的，这样的人很容易结党营私了。当然，任何道理啊，都有通权答辩的、都要客观看哦。不能我们今天说哦，推荐他熟悉的人就是不好。还有另外一句话告诉我们，不要偏在一边，叫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这个人跟他有过节，他还用他，代表这个人不会以私废公。他虽然推荐自己的人，但是他身边的这个亲戚确确实实有德，其他的他就没有推荐很多。你假如说推荐一大堆亲戚能力又很平庸，那当然有问题。他就推荐了两个亲戚，而且都真的有德才，那你还说他这个结党，那不是我们搞糊涂了吗？就都要客观去看。富则观其所养，他有钱了，看他有没有供养父母。哇，很多那个买了好几栋房子的，让父母住在破房子呢，这种人都是爱慕虚荣的人，这个是决定不能用。他养父母，养平人，为什么？有德持有人呢，最后有人持有土，有土持有财，他有钱呢，有财持有什么用？看一个人有钱以后，他把钱用在哪？他把钱用在孝顺父母，用在帮助贫穷的人，他的钱用了之后，再增长他的德行。所以仁者以财发身呢。大学里面讲，仁慈的人是用钱财不断的长养他的慈悲心，救济贫苦。
包含还有一句名言，他是养贤德之人，为国家培养人才，就是杜甫讲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的心愿，哇，他有很多房子，让天下有志气的贫穷读书人都来接受他照顾，好好读书，最后成就功名，为国服务。这一点呢，子贡做得好。子贡是商人，很有钱呢。孔子这个教团这么大，可能子贡出的钱最多。历史当中啊，没有很明显写出来。所以子贡这一条积阴德。我相信啊，这个子贡啊，一定是奉献很大。所以现在有钱呢，最有价值的，哪一个地方呢？在培养传道的人才，这个是最重要的，最急迫的。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弘扬中华文化的单位很多，很常听到的一句话，我们有钱，我们有地方，我们没有人。所以现在全面呢，都是很渴求啊，这个弘护正法的人才。但人才它不像母鸡生蛋呢，咚就出来了，咚就出来了，它得要有好的环境，好好厚积薄发，韬光养晦，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这个力量的人，又能考虑的很深远的人呢，来护念这样的因缘。听则观其所行，听了这个人讲话，要观察他言行一不一致。这是一个说法。论语里面也讲，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接着呢，可能讲到这里说，可是对人不要怀疑啊，有没有道理啊？听了就相信嘛，干嘛怀疑？那这里好像又不圆融了，是吧？好，那你去找对象，他怎么讲你都相信，不就被他骗了？那花言巧语呢？没关系，我还是相信人。结果你嫁了这个遇人不淑。假如你还几十年能撑得过来，那我只能给你深深一鞠躬。你是真正一辈子都对人不怀疑，那我相信你的德行会也会很有成就。你能保持几十年，当然坦白讲，你还会不断积累经验的。今天我们观察一个人有没有言行一致，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信任。信任是信任什么？人之初，性本善。那信任不能变得没有判断力啊，那不学的还是偏在一边了吗？那对方都欺负你的信任，最后他越偏越远啊，我们也失了护念他的职责了。一个当父母的人一直被孩子骗到他的行为都偏颇了，这样不对啊。狗不叫性乃迁，所以他言行不一致，我们不是对他
本善的怀疑，而是什么？怜悯他变成习气的奴隶了。对呀，这才是悲智双运呢，看到他的本性，同时又怜悯他的习性。哎，再来呢，这个听则观其所行，还有呢，就是听皇帝君王很听他的话了，看他有没有啊尾巴翘起来了，看他有没有借着这个机会哦谋自己的名利，还是领导越听信他，他是抓住这个机会成就领导的德行，然后赶快推展利益百姓的政策，那这个就是行人啊。好，接着呢，尽则观其所好，观察他平常，或者就是比较接近他，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啊，观察他的喜好嗜好。啊，有些人好赌博那不行了，好喝酒，好女色，这迟早都要出问题。哦，群书治要有标准，内作色荒，外作情荒，甘酒适应，俊宇雕强，有依于此，未获不往。你平常跟他聊天，他一定跟你聊名车、名牌，哦，这些东西，那都没有意思。这样的人成不了大器，哦。假如你跟他一聊天哦，很容易就被他拉过去了。那我们还是掂量掂量自己的功夫啊，还没有办法帮助众生呢，不要被众生给渡走了。啊，还是要找以有辅人，要先找比自己德行好的人，不然会退步哦。想起哪个故事没有？所以知人呢，还要观他的朋友。群书治要也讲过了，孔子要去世以前说了，子夏我离开以后会进步，子贡会退步，因为子夏喜欢跟比他有德行的人交往，子贡喜欢这些不如他的人，都听他的话，所以他就比较会退步了。入知然之事，久而不闻其香，实愚之化也了。入鲍鱼之事，久而不闻其臭，一语之化也。好，所以这里，观察他的喜好，他喜欢弹古琴啊，喜欢写书法啊，这个都是由于意啊，都是在陶冶他的修养，这非常好。平常喜欢读经书啊，喜欢读历史啊，听着一些好的教诲啊，光盘呢，这些都是好的嗜好。当然这个嗜好啊，一定要跟道义是相应，但坏习惯都搞得家里鸡犬不宁，这不行的。习则观其所言，这个习就他比较能接近领导者的时候，看他讲的话有没有跟道相应。其实人没有去掉贪名利的时候，一跟领导者越接近，他就会讲好听话，有时候不知不觉那个习气会冒出来，自己没有察觉。
这是观其所言。或者是他这个习啊，就是平常他日常生活的言行。穷则观其所不受。他在很困穷遇到瓶颈的时候，他能呢遇到非常穷困的时候呢，他也不接受非分之财这贫贱不能移。贱则观其所不为，他虽然地位很低贱，但是他绝对不爱慕虚荣他也是不符合意的呢，他绝对不会去做。喜之以厌其手，用名利或者满足他所要的让他高兴之后看到他的言行有没有慢慢的失去原则操守人有时候一高兴慢慢就顺着习气了所以谏太宗十思疏里面讲，恩所加则施物应习以妙赏自己有了权利了赏罚都没有标准了，喜欢谁就好好的赏他不喜欢谁就排斥冷落，这个都不行了乐之以厌其癖，使他欢乐，然后查验呢，检验他呢，有没有遇到这些欢乐的因缘场合，就会陷在里面，这个浸淫在里面呢，不能自拔，那这个人呢，定力还差得远，所以他在欢乐场中呢，慢慢就走向这个邪僻了。这不行的怒之以厌其节用不好的态度对待他看他呢能不能忍受检验他的这个节就是度量人家多么无理他不动气惧之以厌其特在恐惧的因缘当中检验他呢有没有这个特就是独特就是虽然面对很多的挑战威胁检验这个人呢慎独的功夫他能不能呢处之泰然能不能很坦坦荡荡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恐惧的情境那可能自己的名利会有很大的损害可能我们的心就起起伏伏了他内心坦荡哀之以厌其人刚好让他见到呢悲惨的情景他那个怜悯仁慈的心自自然然流露就可以观察到所以上师其道明善久矣如得其情哀惊勿喜喜且不可何况怒乎老百姓偏颇了不止不能生气要怜悯他们了。苦之以厌其志让他在困苦的因缘当中环境当中检验他意志坚不坚强。坦白讲这个时代
要对家庭、对社会民主做出贡献，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时代啊，大家没有伦理道德的基础啊，好事啊多磨啊。我们能不能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这个苦之啊以厌其止。所以这个八厌啊，八观六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这个有判断力的领导者啊，用来衡量人才的方法，这是从种种因缘、外在环境来观察啊。接着呢，还有啊，论人必以六七四言啊。何谓六七呢？父母、兄弟、妻子，就是从观察他对父母的态度。所谓忠诚出于孝子之门。再来看到他跟兄弟的相处。林则徐先生这个实务意啊，真是人生高度的智慧，都是抓根本。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这个人连兄弟都不友爱，他不可能去爱其他的同事、同仁、同学，不可能。人性啊，他的伦常态度啊，是从家里建立起来的，再延伸到学校，延伸到整个大的社会。所以看他跟兄弟相处，再来呢，妻子啊，看他啊，跟他的妻子、孩子，哎，妻子是跟他最亲密的，他还保持那一份恭敬，这个就不简单了。人一亲密也容易随便了。尧帝啊，很厉害啊。很有智慧啊，他要选看看舜王能不能做天子，很慷慨，派两个女儿到家里去观察。这个父亲都是最疼爱女儿的呢，所以为了天下，两个女儿都捐出去啊，为天下找一个好的天子。所以这个六七父母、兄弟、妻子，他连孩子都管不好，对孩子都没有责任感，那他当官都是爱慕虚荣的。他连骨肉都不爱，他要去爱谁？哇，现在民主时代啊，这个现象太多了。哇，在外面讲的口沫横飞，离婚，孩子都丢给亲戚朋友带，自己都不照顾。所以大家是不是又要投票了？要投票的时候要先去调查这个候选人父母、兄弟、妻子，不然票不能乱投，那要负因果责任。你选错了人哦，阎罗王要加一件过失哦。好，八，这个何谓四隐？交友、故旧、义理、门当。交友是他的朋友关系，我们刚刚讲到的官友。所以我们在复习前面讲的，不知其父，是其子。你不了解这个人，你看他的孩子，
你就可以判断这个人。不知其人是其友，你不了解这个人，看他交的朋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哦，故旧呢是他的熟人、老朋友了。啊，里门是他同乡的人。啊，哎，义理义理。门廊呢是他的邻居。哦，最好是看到他穿开裆裤长大的。哦，那个他的长辈看的就很准。哦，所以内则用六七四眼。哦，观察他的家庭关系啊，啊，他的整个邻里关系啊，用这个六七四眼。啊，从外呢，啊，哎，从他所遇到的这些环境来观察，以六观啊，八观六验，这样子啊，人之情味啊，他是真诚啊，他的品德如何啊，还是是虚伪的啊，是贪鄙羡美。他是比较贪名利啊，比较庸俗，还是啊是有美德啊？这个羡美是指美恶啊，他的优点缺点呢、啊，人格特质啊都容易观察，但无所失矣啊。从八观六验啊到六七四眼，就不容易啊看人看错。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啊，以前圣王啊识别人才的方法。其实我们自己是领导者，用人是成败关键，所以一定要知人。包含我们给别人推荐人才，要不要知人？要，而且要非常慎重。这个要负责任的，因为我们推荐人是对方信任我们，而人推荐错了，可能他的公司会倒嘞，他的团体会瓦解呢，怎么可以不慎重推荐人？哦，所以这个知人呢，也是每一个人呢要学习的能力。大家有没有给人家写过推荐信呢？有，哦，很好，啊！那刚刚我们一起看完这个八观六验，我们说：“哦呦，那也得更谨慎一点。”啊，好，那这一节课啊，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